你们会热吗？你都没有点饮料啊，会渴啊。要不要哥哥请你喝一杯？你跟那个吧台那个姐姐讲说特调。说哥哥要，要好吧？想。
么名字去？这样的夜。啊，热闹的街吗？是吗，主厨人？我们还有时间吗？好。哎，好的。这一首唱 OK。我们唱完这首歌，我们先回我们包厢休息一下。因为主办单位有帮我们设酒席，希望我们下半场可以嗨一点。那我们这首歌唱完之后，你们不要走开哦，要上厕所，轮流上，不要一窝蜂的挤在那边，因为厕所没有几间。好，慢慢来。哎，上厕所也要拍手哦。他是同意的意思。同意的意思啊。